好潮，一身二五万。大家看好了吗？潮吧。哎，那个哎，太厉害了。是真的很会帮我哦，降火那是，他有需要，就是当然要帮忙降啊，不有啊，我就是看到老公的需求，他的牙龈红肿肿胀，老公有需求以及他牙龈肿胀都会通知你，对，我们都会有一种默契哦。有暗号吗？突然就觉得哎，家里的红灯哔哔哔哔，好就闪灯了啊，该降火了啊，该降火了，对不对？是用舌头帮他检查，对不对？嗯。没有啦，我就顶多是翻开他的唇，牙唇牙没有，他自己会露出来给我看。干嘛用舌头检查？舌头是怎样？有探照镜哦，有显微镜哦。你给我看你的舌头，来。别帮老公消火，今天是一天最高纪录可以有几遍？你说刷牙吗？对，就早晚各一遍嘛。那如果睡觉前突然一个兴致来，也可以多一遍。蛮健康的。对嘛，因为就是会比较好睡。好烦哦，弄得我身体都湿了，整个人很热。那这之前有说那个洋洋有说 Hebe 是黄金圣女啊，那会不会担心她要不要帮她相亲或是不招亲？不准你们这么说，她怎么会是圣女呢？她的圣也会是神圣的圣，哼，在我心目中，傅真只要她开心快乐就好，我根本不担心她，也不需要帮她招亲，因为就像她讲，你以为那么容易哦，也没那么容易啊。不过呢，我要爆一个料。他不是说他前任一直禁欲吗？哈，他解放了。他前几天趁我出国那天，竟然就给我跑去干嘛？你知道吗？跑去我家看静宝，私会我的亲生儿子，还传照片给我看，说你看静宝好像不太认得我了，什么鬼？他有说，所以说静宝看到是真的吗？是静宝有限量，因为静宝现在睡觉的时间就是因为小孩子就要多睡觉嘛，所以那个我们现在都会帮他调整他的作息，以前有点太乱来了。嗯，但是他现在时间是发多少？没有，就看大家就排时间嘛，大家有空就尽量来看，4到7点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OK， 谢啦，拜拜。